小东哥，最后一棒靠你了。是吗？那肯定到你了，哥。你跟小东哥见识。我要跟小东哥吗？我这不是一个吨位啊。来，剑次，这个手对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子，行吗？对，我压根就没想上去，我知道比这个东西，我这个体格跟人家比，我就肯定会输啊，输了之后那就抢不到歌啊，我是硬着头皮上去的。队长，回去还要编舞呢，您注意安全啊。小东哥，我们安全第一哈。对，安全第一，我不行，我会第一时间认输的。队长，拿出你的风范来。三，剑次加油啊！队长加油，队长加油，加油啊，小东！二，开始，加油，剑次加油，剑次，小东加油，加油，哥，小东哥加油，小东哥加油，剑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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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天，哇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这是认真的。哇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哇哇哇！剑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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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剑次加油！加油！剑次！剑次，剑次，剑次！小东加油！vivo X 六十拍的特别清晰，微云台真的稳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比咱俩还激烈，动作长。小东哥加油！小东哥就是为了对上的分数，真的是拼一把。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标杆给大家，那也很佩服他的精神。小东哥，小东哥。太激烈了，我可以拉那个环。好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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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稍微缓一下来。太累了。转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裁判出来了，撑一会儿。拼体力的，拼体力的。现在你再撑一会儿，他就没劲了。他比你喘，他比你喘啊，他已经没有劲了。我也没劲了。你现在体力比他好，体力比他好。撑住，撑住。我也没劲了。拔拔拔，就这么点儿。小东哥特别逗，小东哥一直把这样抓，对，没有意义啊。你就抓住，就往这走就行了，不用管绳子，你这么抓是在抓他。你绳子那个距离已经能打得到。对你忘记。各自给各自的队友那个放松一下，然后准备好就开始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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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来拼体力啊，现在体力体力。嗯，看到眼睛眼睛。世纪之战将会是谁赢呢？三、二、加油！剑次，剑次，小东哥，加油！小东哥，小东哥，剑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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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东哥，小东哥，剑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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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剑次，小东哥，加油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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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死了，好累热。一二三，这就是队长。